科技让模具行业重新焕发了生机，满满的科技感。随着国内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相配套的模具行业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洗牌，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开花。那么现在的模具冲压车间其实很多都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用机械手代替纯人工操作，不仅提高了品质，同时也能保证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看了这一期工厂的视频以后，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科技感的影子了？大家觉得我们国家还有多久才能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这种模具行业呢？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进行留言。学习了解更多模具设计知识，请在评论区回复学习。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